Tu vois, avec la mécharde.吃啥？哥在擤鼻涕呢。啥群了？不，真不用拍片子，没那么夸张，真的没那么夸张。就是筋受伤了，筋肿拄个拐，反派大佬那个老新剧啊，真没事，没啥事儿，喷点药就好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身体啊，他就不能惯，越惯越矫情，再加上确实也是没什么事儿，这个躲外边行吗？哎，有朋友给我提意见了，说，哎，有的人在这个你直播的时候，看你直播的人吃饭呢，哎，确实也是，还是讲，是讲究，别当着你的面醒了，到时候又醒一手就不太好。还是在酒店呢，找不了粮。怎么不回来？因为明后天就要继续进另外一个组了，要继续干，没时间回去。好奇了，结婚了没有？这那，你要跟我相亲哦。嗯，我下一个还在武汉，还在武汉，问这干啥呀？对不对？看个戏得了。30了，发际线没有后遗。
挺好的。哎呀，稍有点秃，但是看不太出来，正常发际线。肯定要剪头发。肯定要剪，我觉得现在不剪的话，过两天下个戏拍到一半就没法看了。啊，才起啊？哎，没有，其实10点就起了，10点就醒了，但是躺床上躺到现在，昨晚上2点才收工的，然后也一个礼拜没睡过懒觉了。今天上班上的，今天休息，刷新了。睡会儿懒觉不犯毛病吧？下个戏的女主啊，昨天那个那边老师给我看了一眼，但是我当时在走戏，刚打开瞅了一眼就关上了，没看着，没忘了。怎么做到又老又年轻的？报纸的房边上，鼻炎患者，痛苦。怎么做到又老又年轻的？我现在状态就差一杯，是吧？跟你聊天像二舅。感觉像二舅跟你说话呢。谢谢拉拉叔。我很久没喝了。工作的时候不喝酒，不喝8+1。只有谢谢新宝妈妈。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或者休长假的时候，和朋友们聚会会喝一点点，现在不喝了。点了一碗粉，加了一份肉，粉吃了3口不是很想吃了，把肉吃完了。不爱吃粉。不也热干面，不是很爱吃热干面，不是不爱吃热干面，不爱吃拌面，我爱吃汤面。这个孤独好。出差3天苦，你不安慰一下我？哦，别哭，我知道你很苦，但是你别哭。用那个乳霜纸啊，我也用那个，因为老擦。
他的这个这块都破皮了。你是武汉人吃不来热干面。其实我上回来武汉，第一回来武汉的时候吃热干面，首先我是不爱吃的，吃这个干拌面，就想尝一尝，说这个拌的就味道就没有很对我的胃口啊，也不能说难吃，就很没有很对我胃口。但是我上一回，也就是第二次来武汉，是一月中旬吧，然后那天吃了一碗热干面，味道还不错，因为它没有那么的干，可能是第一次我吃的是那种小摊子上的那种，所以它麻酱加的比较多，然后又比较干，拌也拌不开，没有吃到好吃的热干面，可能是因为。不爱吃小龙虾呀，因为懒，要剥壳，剥了那么久的壳，然后又不会剥嘛，所以剥了那么久的壳，最后吃那么点点肉，性价比不高吧？吃点小龙虾还吃出性价比来了。不爱吃带壳的海鲜，就是因为懒。是的。两天够了吧？不够再说。这个我这个话我怎么敢说呢？我。大家快看新剧啊，快穿之反派太丑太撩人，还有一个叫双面千金，不看了，不吃了。差点露馅儿了，我拉链没拉，得亏你们没看着，不然又得找。有人说我像玄彬，有，我很开心啊。你这样吃嘛，整块身材，我咋样吃就整块身材了？我咋样吃了就整块身材了？我点了一碗粉，我三分之一下没吃掉，我应该吃点啥呢？
我每天我出差随身都带着电子秤，知道吧？随身都带电子秤。我每天第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洗手厕所，先排空，然后再上秤，不穿衣服上秤。我对自己的体重有严格的要求，不能再胖。多少斤？你们觉得我多少斤？自律？我自律啥呀？我自律的毛，我一点都不自律。我自律，我早健身去了。哎，我就是懒、馋。完了，你带秤的目的就是你今天要是体重没上去，我今天就能多吃两口。自律，你别给我老扣帽子。我是个啥人？我心里有数。135，不到140，不能超过140。这是个啥玩意儿？等会儿啊！吃点水果，没买，一会儿买吧，一会儿再说吧。短剧为啥没有上影剧？油少，你没刷着。我告诉你为啥没有短剧没有上影剧啊？因为我们看短剧的粉丝们、姐姐们都不再年轻了，看上影剧代入不进去，你明白吗？你就说承认嘛，别不承认。老是有些话藏着掖着，心里都清楚，就是不敢讲，干啥呀？今儿不开工，今儿休息。最近怎么了？你好，你好，汗手上了。一会我也拍个年代剧，哦，咱也拍个年代戏。你就喜欢校园戏，回忆青春，要不说有呢吗？有校园戏，什么你没刷着，就比较少嘛，不代表没有。能来给你探班不？我看情况吧。你明天杀青不？我今天脚肿了，走不了路，脚脖子肿了。我本来计划说我杀青，我给你探班去。真的脚肿了，哥们儿。你看，你看这青的。本来是这块肿的，散开了，淤青跑下边去了。你看这肿的跟猪蹄似的，看见没？走不了路，
真肿了，你也有瞎说的。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，我这回是正儿八经第一次因为拍戏受伤。增高垫的锅，哎呀，椅子没事，椅子撞了一下，椅子没事，脚脖子怀孕了，那么大包，一胎双宝。脚抬高啊，你看我脚，哎呦，放桌上直播。有人该说我不尊重人了，哎，不知道。正好可以拍那个什么嘛，可以拍那个什么闪我的植物人老公。我的植物人老公，女主一出场就把男主推着，男主全程坐轮椅，本色出演。人呢，有从头到尾的都是坐那个轮椅的，没有。喜欢蜜七，什么时候合作？哎呀，轮没有机会，都有机会合作，有机会，都有机会。你就问，硬凑也难凑不到一块儿去，也难呀。那选谁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说，你们哪天来说投资去做这个短剧，你们去当甲方。那不是想选谁选谁吗？想可汗大点兵，让谁演谁演，男主谁演让谁演，一问就是甲方。等你发财，天天演，行，我等着你。想到了沈玉章那个角色真的很好，我也很喜欢沈玉章那个角色和那部戏，我真的非常喜欢，虽然结果不尽人意吧，但是有点意难平。啊，这个有点意难平。我那天还刷着个评论说王一然这小子连秋瑶都带不火他，你看跟他跟他拍的那个《超时空同居》都没给他带火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全短剧圈心眼子最小的男演员，你这么说我记住你了，我生气。啊。有心没心，有心没心，黑眼圈很正常啊，
韩老就是也演丽听演了，啥叫也演丽听演？这丽听演有多少个人演过啊？是吧？刚吃了，昨天吃的早餐。啊。没开美颜就这样糊，不像王沥川，王沥川是谁？白岩是有靠山的，大家都没发现吧？你又发现啥了？我问问你，你又发现啥了？你又知道了？靠山扒山的，我都不知道，你又知道了？一天天就在那网上胡咧咧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我真服了，真的，说这个说那的，差不多得了，没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吗？人白岩好的，人白岩长得漂亮，演技又好，人又温柔的，咋就有靠山？人家演技那么好，人家就是认可，观众也买账，人制片方甲方也愿意用，知道吧？导演愿意用，配合度又高，人自身优秀。明白吗？不是说什么有靠山这那，一天就空穴来风，山妖风点鬼火的一天。一天扫山那个妖风点那个鬼火啊。真的是。一瓶水十分钟喝完了，干吧，我水做的嘛，得补水。我昨儿海绵缺一点，得补一点。今儿不拍戏，今儿休息，点点关注吧，朋友们啊！不要因为我刚才怼人就取关我啊！你要取关我也没招。年轻就老是叹气，年轻就不能叹气了吗？年轻也会有压力啊，也会有生活的压力啊。我从上初中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就说过我，你年纪轻轻上初中，孩子怎么天天老气横秋的？当时我不想承认，但是我现在反过头来，我其实很想跟他说，老师，我在装深沉，因为我想让同班的女生觉得我很成熟，故意表现出来老气横秋。但是到了这个岁数的时候，有时候想表现出一些就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就很难了，啊，就很难了，就已经刻在骨子里边了。你多大？我35了，身高1.69米，体重82公斤。好身材啊，1.69米。82公斤，刚刚好嘛，对吧？我60厘米，
乘60厘米，我是块60砖，60地砖。广州下吊坠子了，广州下吊坠子了是啥呀？下大雨，大雨那怎么叫吊坠子呢？因为你一说吊坠子，我就联想到了我的水晶吊坠。我说，我就想了一下，什么东西又像雨又黏糊呢？怪不得你们说我老是叹气，我不是叹气，我不是叹气，我是鼻子堵，有时候我需要长深呼吸一下，懂吧？不是叹气，我吃个药，我吃个药。我说我啥时候叹气了？我说你，我还以为你们说我那个什么，老怼人之前先长深一口气呢，不是。这意思啊，弄明白。MBTI 是啥？心理测试，性格，哦，就是那个爱人艺人是吧？喝热水才鼻炎，不可能吧？我的演技可以上中央电视台了，那你可太抬举我了，我才哪到哪儿啊？你肯定是 I 变 E 是啥 ？I 是内向变外向的意思吧 ？I 变 E， 我还变 E 上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？礼物榜怎么找不到？我看人家送了。你说你自己吗？上面三个吗？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是 I 变 E 呢？啊，等等，我看你绝对是表面 E， 内心 I， 为啥？为什么？下午好。又是一类人，就在网上口嗨比较厉害。平时用什么护肤品？用点那个牌子货，雅诗兰黛。啊，用牌子火。男人我也喜欢，我你喜欢喜欢喜欢，你给我消费点儿来。
班尼路，黄渤的那个梗是吧？班尼路，那什么电影啊？疯狂的石头是吧？还是疯狂的赛车？你点了外热干面？什么？然后镜头下来，弹幕把脸因为这个弹幕是你们跟我看到是同步的，弹幕很大是不是？这样，这有点高。不喜欢他的戏，只喜欢他的人。你说我不完了吗？你跟我说的，你看他，你说给谁听？你跟我说也不行了吗？在我直播间，你能看着？看看手臂肌肉，有肌肉。想看手臂肌肉，进 VIP 群，找一个叫王突然的人，你看他头像。你胳膊上有伤疤，有故事的男人。我好像戴眼镜了。眼镜戴上了，戴眼镜。有事故的男人不是有故事。吹个头啊，那我吹个头去吧。就是在家里边自己戴的近视镜，我很少戴眼镜的，它能看，哎，真的很有用，那确实是很有用。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就会戴着，在家里边。哇，其实是散光比较严重的，所以平时不戴就没必要，就是散光严重了。
精神还好。头发已经干了，其实。拍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背台词？拍的前一场背。这样。当然会笑了。他也记得住了，是整个本子我们提前都会看的，包括这场的戏我们提前也都会看的，只不过想你在上场拍之前肯定还要再看一遍。最近有新剧上，有这个《双面千金》啊，还有《快穿之》啊，反派太宠太撩人，哎呦我天哪！哎呦谢谢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咋都记不住，太长了，这名字老长了。平时差点没认出来。这位傅云喜的，其实傅云喜是上个12月，怎么精进自己的演技的？没事看看刘琴和谢雨旺演的短剧，多学习学习。每个我现在在武汉，但不是武汉人。表演说如何信念感那么强的，这我该如何回答你？你那个问题差点给我，你问不会了。